公主，丽娜，那我这就带队回大梁了。你们在中原一切要小心呢。放心吧，表哥，我知道我很任性，这次来中原也给你添了很多麻烦，我真心的向你赔礼道歉。道歉就不必了，我希望你们能早日回大梁。别忘了你的使命。 我跟公主都说好了，再玩一阵子，我们就立马赶回去。嗯，是啊，你不用担心，我最迟会在2月初5回到大梁，我还有要事要和你，还有父王母后商量。我预计会在4、5月攻打大唐。好，公主，那我在大梁等你。一路小心，表哥。 你有没有见过一个这么高的男人，脸长得挺漂亮的？没有，没见过。哎，谢谢啊。两位大哥，不好意思，我想打听一下，你们有没有见过一个男人和我年纪差不多，大概长这么高的？没有，没见过。哎，大过节的给两个子儿吧，给点，给两个子儿吧，啊，哎，给两个子儿啊，哎，给点赏钱吧。 哎，大战，你看他们这个元宵节好热闹啊！这么漂亮的彩灯，你怎么没心思看呢？放心，总能找到薛平贵的。可是我们来到中原已经这么长时间了，到现在还是没有找到薛平贵的下落。难道说？是啊，咱们大梁就没有。钦此。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相爷请起，大家都起来吧。恭喜丞相，贺喜丞相！皇恩浩荡，赏赐着半幅銮驾，有劳公公亲自送来。<笑>应该的，应该的。咱家还要在这里恭喜三小姐。 通过抛绣球的方式，找到一位文武双全的皇亲国戚做女婿啊！哈哈，多谢公公美言呐！哈哈哈哈哈！小爷，咱家先告辞了。宋公公，夫人呐，把这些东西拿去给宝钏吧。是，相爷，走。 苏龙，啊，魏胡，在。你们两个明天替老夫好好的盯着，如果没有请柬，闲杂人等不得靠近彩楼。岳父放心，萧旭一定照办。嗯，萧旭一定尽力。威尔哥，啊，等等我。怎么了？我知道你要去彩楼抢绣球，我也好奇，你带我去看看吧。 啊，这彩楼抢绣球全都是男的，你一个女孩子家，不方便吧？这人家之前只听说过抢绣球、抛绣球的，从来都没有看过。啊、你就让我开开眼界，带我去看看吧。再说了，你之前不是答应过我吗？啊，大哥告诉我。
在四处街道布下了重兵，并禁止所有的乞丐上街乞讨。就算薛平贵想去，他也进不了彩宫，也不可能见到他妹妹。威尔哥，别再考虑了，带我去吧，去吧。好吧，看在你这么好奇的份上，我就带你去。好啊，好啊。大哥会不会为了王宝钏去呢？我一定要去看看。威尔哥，你等等我呀。哇！看到没有？好、啊，我们家平贵呀、啊，就一个字，帅。怎么样，大哥帅不帅？帅！哎呦，既然长得这么帅，还怕娶不到老婆？你还抢什么绣球？这是气死我了！你行了吧你啊？啊，谢谢，谢谢各位。没事，二哥，你别说什么谢不谢的。我们现在最大的目标就是希望你抢到绣球，娶那个王三小姐为妻。这样啊，我们这些天的努力才不会白费啊！哇！哎，平贵，你放心吧，我们陪你去，大家在外面帮你加油打气。这个绣球啊，你放心大胆的，一定要把它抢下来。嗯，是啊是啊是啊，就是啊。哎，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！没规矩，没礼貌。哎。没看见我们家平贵穿得这么帅吗？啊，就是要去彩楼抢绣球，你给我来一句不好，招打呀！不是啊，老大，是你让我出去打探虚实的，你又打我。那说。哦对，今天长安城里不准出现乞丐啊！怎么会这样？老大，你说会不会是那个魏虎故意不让二哥去抢绣球啊？嗯，有这个可能。那怎么办啊？我想想怎么办？我先想想。就是啊，这怎么办？这事儿麻烦啊！贵哥，那你就别去了。既然你喜欢玩抛绣球的游戏的话，我有个办法。哎，葛青，你有什么好办法？哎，我可以做个绣球啊，然后站在窑洞上面这样丢下来，然后贵哥你去接不就好了吗？你别神神叨叨胡说八道了，这所有的人都在为这件事着急呢，只有你一个人在这里穷开心。就是啊，是啊，我本来就穷啊，我本来就开心啊，我开心的是贵哥最好不要去。我想到了，石大叔，说呀。老大，笑什么？说呀，说呀。老大，你说呀，说呀。今天是2月2日，龙抬头。照道理呢，所有的寺庙要开放斋饭，施舍给我们这些乞丐。我们就凭这一点，进城去说，我们是来要斋饭的。哎，这是老祖宗定的规矩。谁也不能阻挡。对对对，好啊！老大，你跟我想到一块儿去了。要不你来当老大？哦，老大就是老大，我本来就是老大嘛。我怕我们这样一去会和官兵发生冲突，还是我一个人去吧。哎，不行！如果大牛没回来说这事儿，你一个人去我还放心点。这现在明摆了是魏虎要阻止你去彩楼抢绣球啊，那这样子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忙帮到底。对，二哥，如果要你自己去的话，一定会很孤单的，所以啊，就让我们陪你一起去吧。对，我们做你的后援团。是啊，就是。谢谢，谢谢各位。这个话说的，哎，这个时间也不早了，我看我们出发吧，好吧？哎，预备。撒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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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